前面就是卖海鲜的了，这边好多海鲜批发的。鲍鱼一块，都收摊了呀？那边是卖海鲜，那边多。二三，八五十一斤了哈。是鲜活的，这多少钱一斤？咱俩不新鲜，咱多少钱一斤？25的，25，这个大。25的，中25的。现在这个螃蟹大量上市了，梭子蟹。虾虎35，鱼85。你40块钱去买的，做的也是空壳。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20一斤。嗯，咽气儿的真是。那要10块。带鱼、地虾，哦，这边人多，那这边海鲜，现在开海了，海鲜也多了。这带鱼怎么卖的？18一斤，本地带鱼，前面人更多。现在马上8月15了，吃梭子蟹多多了。哎，买几个够吃就行了，天天都有货。那好了，送蟹呀。那个箱子里边都是卖完光光的。这待遇比较好。这个打个4块。小黄花，这个鱼怎么卖的？这个鱼啊？18。这叫什么鱼了？哎，青鱼吧是。沙丁鱼这个好吃。啊，这个看着挺新鲜，这个20。多少钱？4个吧。哪个？啊，22，鲜的。想要都跟我说啊，放钱给我看。鲳鱼，金鲳鱼22。43块钱吗？行。大虾，虾怎么卖的虾？25。梭子蟹怎么卖的？少点的20。20，这种大的呢？35。23、21。大的23，小的21。刚才不是说这个不是21吗？我这个21。你这小子多少？你到底是多少呀？一位17，一位21。这怎么卖的？这个虾。25。你不管咋说，都做肥的。做蟹呢？小蟹子。小蟹多少？40。40。这人是黑头鱼，这鱼咋卖的？黑头啊？35一斤，这个炖汤好喝。黄花鱼、大鲳鱼，这小鲅鱼怎么卖的？小鲅鱼啊？小鲅鱼卖多少钱啊？10块的，15的。15的，10块。这个呢？鸦片呢？鸦片20。啊，真贵来了。这鱼多少钱？20一斤。这黄花鱼20，这大的20，小的20。这黄花鱼多少钱？20的，16的。这便宜点吧，这个。最低价的。这鲳鱼，这鲳鱼怎么卖的？鲳鱼啊？几大的？多少钱？26。26。大呀。这种更大，这种呢？这个这么大怎么卖的？16。哎，别好这一下。怎么卖的这下？啊？40一斤。我刚就拿出来。这用了48了，没用了。大傻子。这个30一斤，那种45，这个鱼大。本地，这是本地的。现在看海了，海鲜好多呀！啊，你多少钱嘛？